8:27，欢迎回到电视早餐。要带您来看的是刘谦呢，在昨天晚上是第四度登上央视春晚，而他在昨晚的表演呢，这搭档是换成了大陆的钢琴王子李云迪，表演节目叫做魔琴，这是把扑克牌变成了音符，还伴随着李云迪的美妙琴声。接着就带您一块来看看。刚才我们完成了一次优雅与温柔还有浪漫的结合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要来点更激烈的东西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激烈的东西，来，请。好的，请就定位。对我来说，接下来表演最适合的曲子
贝多芬《月光山》。好了，云迪，不好意思，暂时呢，我要把你英俊的脸庞给遮住。我希望你没有幽闭恐惧症，因为你可能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弹过钢琴。应该没问题吧？我看一下。OK 了，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即使呢，各位看不到云迪玉树临风的外形，但是呢，悠扬的音乐仍然还是飘散在我们演播厅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能够静静的欣赏。接下来。等一下，这怎么了？啊，找人？找谁？力宏。对不起，对，今年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找董卿呢。哇，哎呦。闹情绪的，好，没关系，不露脸没关系，至少云迪有让你露脚。是的，你的脚呢也同样的是英俊潇洒，就像你的脸一样。朋友们，到目前为止我们欣赏都是美妙的音乐，而接下来就是魔术的时刻，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